但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你。我叫周奇洛，你呢？嗯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，以后我一定会报答你的。流浪艺人，他们是出了什么事吗？他们没有再回来吗？你先不要太慌张，其实刚才时间紧急，我潜入时只搜查了府邸的一部分，没准你的同伴待在其他屋子里，只是没有被我碰到呢。我有一个办法，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试。其实我是一个情报贩子，接了个活，所以才要潜入金沙老爷的府邸调查。刚刚被家丁发现，导致我的行动失败，我正发愁怎么样才能再混进去一次呢。这下正好，我们完全可以合作，伪装成一对流浪艺人呀。我做歌手，你当舞娘，不瞒你说，唱歌可好听了。这下愿意和我合作了吧，小舞娘。嗯，你说什么？100年？那可是得听一辈子呢。好啊，被你一说，我也觉得肚子有点饿了。这不是病，是人为。因为我是银发王子的下属，受他的命令，在调查这件事。没事，外面的人都是这样传他的。那你呢？你对银发王子是怎么想的？哦，
没什么没什么，等我回去后一定向王子传达你对他的赞扬，等事情结束他一定会大大的奖赏你，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。我在王城查到了一种成分奇怪的香料，这种香料香气浓烈，极易让人成瘾，长期使用就会致人失魂。我一路追查，最后查到这个香料的最终供货商就是这个所谓的金沙老爷，但他明面上掩藏得很好，如果没有更有力的证据证明是他售卖的话，很难对他定罪。只是一点不成形的猜测，得等成功前入后才能验证。各位大人是有什么事吗？我猜就是这样。他已经发现自己在王城的生意网露了马脚，肯定不敢张扬。今晚的宴会，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都要拖住他，如果有必要的话弄出一点乱子也不是不行。什么人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没事，是我的人。跟我来。这里有个宝箱。是的。
们已经走了，我们先出来吧。你不用自责，他们不是在找你。我刚刚听了一下他们叫嚷的内容，他们说了一个词，是乡人。不要想太多，不妨换一个思路。既然有石乡人逃出来，说明他们肯定是被金沙老爷藏在某个地方。只要我们找到他们，救出他们就可以了。再等一会儿，晚宴就要开了，那会儿家丁们应该会去前庭，我们到时候趁机回去吧。哪里不一样？这块石砖下面是空的，很有可能，下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可要是在底下发现了金沙老爷做坏事的证据的话，我们似乎也不用参加他的宴会了。没错，这一次一定要让他的罪行彻底曝光。那里有个暗门，屏住呼吸，不要问。我知道，现在就出去联系支援。这些流浪艺人怎么会没有价值？他们走遍四方，吟游歌唱，把生活的快乐与生命的信念传递给了所有人。他们是流淌在这个国度真正无价的金沙与宝藏。没有价值的人只有你。松手。
王子已经知道了。我不是不信任你，因为从出生起，人们就说我的声音是被魔鬼诅咒，不可倾听。尽管王室解释了那并不是诅咒，但大家依然害怕我，所以我只能装作一个见不得光的银发王子。只有你喜欢和我说话，听我唱歌，所以我想和你一直说话，一直唱歌，用周奇洛的身份。对不起，我记得。